你喜欢出国旅游吗？外交部预定在明年建国100年的时候，要为国人争取到100个国家免签证。外交部长杨靖天今天表示，只要年底之前能够达到欧盟28个国家免签证，那么离目标就不远了。外交部才宣布欧盟28个国家渴望在年底给我国免申根签证后，现在也正力拼民国100年要达到100个国家免签证的目标。根据领务局的公告，目前台湾适用于免签证的国家有31个，给予我国落地签证的国家有29个，可停留的天数从7天到120天不等。如果年底可以争取到欧盟免申根签证，距离目标就更近了。我们在欧洲议会里面有很多支持我们的这个好朋友，所以我们很希望了，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情况之下，今年应该有机会。外交部长杨靖天有信心能送上100个国家免签证，作为中华民国建国100年的献礼。杨靖天特别强调，这是全力发动外管同仁积极协调，没有外传延缓执行死刑的条件交换。他希望我们一样没有死刑，或是希望我们不执行死刑，可是我们让他知道，我们要遵守我们的法律。去年通过英国旅游免签证后，旅行社业绩成长20%。现在他们很期待还有更多国家能给予我国免签证，带动民众出国旅游的意愿。申根国家它的一个需要的一个签证工作天数，可能需要10天甚至2个礼拜以上。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，一下子就可以缩减的很多。以游欧为例，如果免签证省去的不只是2000多块钱的签证费用，还有将近2个星期办理签证的时间。业者预期出国旅游更方便、更便宜之后，相信明年业绩会再有一波成长。记者王琦如、许正俊台北报道。